此的事件呢，很明显是黄秋怡意图想要来伤害金星荣候选人所造成的结果。我这个世界，你是无论英文有第三者，我只有送你去另外一个世界，重新投胎啊！相关研究又做过，我拜托有人故意提个电梯要来那边坐下舞台，我输了。福建福康桃金家好媳妇，每逢星期至五下午3:30，八度空间全马首播。